大家好，现在是2022年，我们即将搭上时光机，前往2021年的世界。离合器还没离合，方向盘还没回家，唉，幸好油门的钥匙在我手中。那现在跟着我一起出发吧。哎呀，老师，没有音乐，我们没办法出发。现在我们来到20。现在我们来到2021年的世界。接下来你们会看到一只章鱼，你们会看到一只章鱼，它就是主角。它才6个月大，目前的状态职业倦怠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究竟是谁呢？就是我！啊，是你啊！
要说说看，为什么是你呀、啊？哎呦，说来真的有点惭愧啦。本来只是那个卖章鱼脚的，后来那个什么章鱼哥过来找我，叫我什么足球队啊，搞什么鬼啊？我什么足球队啊？哦，这是干什么啊？你说这么快，大家哪听得懂？哎呦，我什么办法？那么无聊，你叫我那么长的台词讲完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要不我帮你解释，他是教练。他奉命要去找三个人，他该下台了。啊，伍佰是个很受欢迎的歌手，让我们去现场感受他的热情魅力吧。受欢迎，可是他的哥哥六百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伍佰。六百。哎呦，为什么我是六百呢？因为啊，都是因为这把吉他。哎呦，在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就是这把吉他卡住。我然后医生就多收了这个100块的手术费。谢谢，我还没介绍完呢、啊。哎，收了这个100块的手术费啊，然后我就变600，他就变500。不过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怎么会找他、啊？算了，让我们看看他第二位会找谁好了。